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除去恶毒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都与我们无关。其实稍受刺激，这些情形较显于形色，我们必须注意对付，让主来替我们除掉。我常常会让圣灵担忧，凭自己不能除去这一切不好的东西，但是神可以，我要与神合作，让神的十字架来做工在我身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你实在知道我里面的恶，这些恶一不小心就出来搅扰我，让我落入试探当中，给撒旦留破口。主啊，我愿意把生命主权交给你，除去我里面不蒙你悦纳的一切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从世界来的，都求你帮助我一一从我生命中剔除掉。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，让我顺服在你里面，被你完全得着。请你把知足的心放在我里面，让我不再看这个世界，不去做各样的比较。求你堵住我生命的破口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请一并帮我除掉，单单满足在你的同在里，让我越来越有耶稣荣美的样式。感谢赞美主，愿你的荣耀彰显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神啊，我愿顺从你，我要听从你的话。被你的心我愿除掉，万能的意念我愿放下。Baby